恭祝八度空间开台10周年，感谢有你一路陪伴这10年，不管还有多少年，八度空间绝对精彩连连。还有还有还有，回来回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八度空间开台1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那在八度空间这几年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的多。当然最深刻的就是跟啊 Rick 啊，还有就是美心啊 ，Bucky， 还有就是啊，还有谁啦？没有啊，三个。哦，对，就一起主持 Go Go Go， 就是翻滚够好玩，我觉得是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就好像因为每次我们在一起玩闹的时候，我跟你同组，你一直带赛给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磁场比较奇怪，所以加在一起就一直输。可是我们负负得正不是吗？可是我们负负得负。没有关系，不管是输还是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玩得非常的开心。嗯、那我也相信呢，喜欢翻滚够好玩，还有喜欢八度空间自制节目的朋友呢，也是一样的开心的。对，当然呢，如果至于我的话，我其实非常想念，非常回想回去做，就是好家，因为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回去吃了。来当嘉宾，嘉宾啊，你可以再请我多几集嘛？你跟 producer 敲。对，因为我是觉得说，从我开始在八度空间主持的时候，第一个节目就是火甲嘛。那我在这个火甲节目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，也非常感谢阿尤娜，就是把我训练成那么好。大兴趣真的，大家都一样很好。那真的很希望呢，所有的观众朋友呢，可以继续支持八度空间，跟我们一起变老。不要讲老啦，一起变老哈。不要讲我们老，我们是跟我们一起饭到底就好了。对的，一起饭，一起变饭，一起变棉。